来，各位，大晚上的啊，从公司里面直接经理抬料子过来啊，人民币过亿的料子，大家信不信？那种料子的感觉，大家可以想一想 ，OK？ 来，镜头拉近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刚挖出来木蜡的，就是这样，有这种蜡壳，它这些都是蜡壳，这些都是淘沙的，全部是一灯爆的那种淘沙，这都是还没洗啊。有24公斤，全部是玻璃的，还带颜色的。来，你看看这边的颜色，真牛！从这边一打灯，这边一灯就爆。很大的惊喜，这边一打灯，这边就爆。大家看一下，直接是贯穿了五个手指。大家在外面基本上看不到了，到时候洗出来啊，再回家欣赏。